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man。今天呢，继续我们的自杀狂人吧。哎，我们要设法让这个醉汉呢，从我们的梦中醒来。哎，为了拯救我们的酒瓶啊、哦，如果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话呢，可以去看上一集哦，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。好吧，那这个游戏的关卡目前24关哦，我们然后只过了第四关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直接从第五关开始 ，Let's go。嗯，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啊？一开始这是什么？这个很大的一个机器人这样子啊？我要怎样自杀？嗯，我要怎么把这些东西关掉啊 ？BGM， 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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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上去看一下好了。是干嘛？这个，哦，哎呦，把电加压进去，然后呢？这雕像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一个我自己的雕像在这里？然后这边可以开门，放过去，两边放了电了，然后呢？我的机器人吗？这是我的机器人吗？哇，怎么那么长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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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闭嘴！吵死人了。然后呢？开下去，可是我还没有找到这一关的。哎，看到了，在那边，才刚讲而已。哦，他每一关好像都会有一个这个成就娃娃哦。哎，全部把它捡完的话，好像获得一个成就之类的吧？哇、哦、啊，这是什么？那边怎么会有一个红色的东西啊？在干嘛？哔哔！哦，打开接受电力落雷打下来这样吗？啊，这边我还没有来过哎，我看一下这边有什么。这边会不会跟另外一边是一样的啊？啊，我知道这里是哪里了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又回来这边？我走错边了？好，算了，不管了。反正我们已经拿到成就娃娃了，我以为他这个是对面呢，结果就还是左边哦。哇，那对面应该是这里了，哎，应该是这个地方。不过应该是没有什么东西要拿了吧？那我先拉看看。哇，哇，会动会动会动！我靠，有点大声，有点大声啊。然后呢？啊！机器人在下面会动了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哦，真的动了！哇，这么酷哦！快把我踩死，快！啊！哦，哦，他把我抓起来了，哦，我的天哪！哇，来来来，抓我，抓我，抓我！快点！啊！然后我就醒来了。死掉了，就这么无聊的死法。好，好，这个我们已经过完了，拿到了一个成就，拿到一个娃娃。我们再看一下第六关在哪里哦。第四关、第六关，哎、欸，第六关有了，这是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该不会是传送门吧？哎、欸，这边直接送一个、欸，哎，哇，传送门。喂，哈哈哈！安内刚丢，哇，他居然运用这个啊！那我要怎么做？从上面坠落，死不了。有没有看到我自己在这边走路有没有？哇，他知道怎么过啊？哇，变快了，重力加速度，哇 ，Oh my god， 哎、欸，摔死了，哇，就用这种东西方式来自杀哦，哇，这也可以啊、哦，哇，完全没想到重力加速度、欸，哎，太酷了，来，我们看下一关，第七关在哪里？哦，看到第七关了。什么惊叹号跟问号的这个正方形，什么东西啊？
欸，哇，超级玛丽奥，什么高枝啊？啊，把你关掉是吗？噔噔，啊，不是这样子哦，欸，我可以这样子放着啊。哦，有捡到一个，跳过去。所以说这边搬一个，然后这个我会，这个挺简单的，跳，跳，哎呀，该死了，哇，看应该是可以这样子啊，我猜想，哎，从那边过去，过去，哎，然后可以把它捡起来，没有错的，然后再这样子。哦，有了，过来了，哇，那是死人花，这死人花不会动，软趴趴的。好嘞，接下来干嘛？跳过去。哇吼！哇吼！有，过来了，香菇，香菇让我变大只。这个香菇可以干嘛？哇，香菇加方块，哇，嘿嘿嘿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，欸，太酷了吧！啊，所以这是时间性的，哦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好，剩下赶快走，啊，把香菇带过来，感觉这香菇会有用，带嘞。这边也有香菇啊，这香菇给他看会怎样？没反应。方块加方块，方块加方块是怎样？这个是解谜什么意思啊？嗯？关掉，吵死了。香菇方块加方块。我先去拿上面这一个方块看一下好了。我跳，好拿到手了。然后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掉下去了？那个到底是什么？怎么会有一个帽子啊？那帽子不能捡，只能推耶。好吧，算了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然后这边写到说两个方块碰撞在一起，哦，就会怎么样之类的，这可会变大，可以吗？可是变大之后就不能动了。哇，那怎么过啊？试试看这样子。哇吼哇吼，丢！欸，我上来了，欸，我觉得上来了，欸，好哦，两个碰在一起会变怎样？不会怎样啊，是吧？可以进去。哇哇，我下来了，三个方块，好难哦，这个。哦，我从这边下来哦。再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好了。这边可以捡，有。然后丢掉，捡这个。所以说，它这个到底可不可以踩啊？它这个绿色的平台是可以拿来当成按钮的意思吗？感觉并不是这样子，欸，我觉得是我想太多了。好，算了，没关系，这个平台可以把我们送上去，跳，送上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有三个了，那可能就是我要从这边冲上去，才会有办法自杀啊，
是不是这个样子？你们试试看好了。刚刚老头想了想，应该也只有这个方法啦，没别的方法啦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拿过来放这边，看一下。这样子的话，这个高度可不可以啊？这样我可以上来啦、啊。然后呢，就这样冲上去吗？哦，有哎、欸，那两个就可以了啊，干嘛还需要用到三个这么多呢？是不是？哦，后面怎么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难啦、啊？我天哪！那再来呢？这第几关？哦，第八关，这什么？埃菲尔铁塔？没有乱讲的，比萨斜塔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边有一本书，然后这是什么？哇哇，掉了，可以装回去吗？可以，可以装回去。哦，这边有一个这个，他们现在做什么？推，中间有什么？哦，把灯放上去，放上去，有了，会动了，有这个灯往这边照。啊，我要怎么自杀？把它推到，哎呦，那个什么，那个不是山，那个不是岛哦，我以为是岛哎、欸。那是金鱼吗？哎、欸，不见了、啊，完全没看见。哦，我把照这个要照哪里啊？哎、欸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，照到，照到了。然后说你很烦嘞、欸，你被困啦，一直照，一直照。我想要睡觉，你一直照刺眼呐、啊。他、啊、现在浮到哪边去了？哇哇！哇，超大只的！他现在看我不爽，想要揍我了。超大只的金鱼，照他，照他，照他，是没被照过你。哈哈，我该不会等下冲过来把我用爆吧？有没有可能？大金鱼神七七。好、啊，我们现在要照哪里？这可以丢掉吗？不行，我们这边隔着一片玻璃。那边有一艘在移动的船，可以照它吗？哇哇！他生气要撞了，完了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哇！准备要塌了，哇！这是爆掉了是不是？欸、爆掉也可以转欸。哇，这灯可以拿起来，灯坏掉了，他弄坏了。哇！哇！Hello， 怎样？想不想照看看呢、啊？我知道了，这应该是拿这个照他。哇，可是我这拿不起来。可以。有没有照到？我照死你！哦，我照他的眼睛呢，他是要生气了。啊，这个叫没事吃饱没事干，骚扰金鱼。啊、我觉得下场应该非常的惨，我死定了！我要宰戏啊，我要宰戏啊！哎呀，有本事撞我啊！哦，来了，哇哦，拜拜，哇，死气啊！但是也太好笑了吧？这是莫名其妙的死法哎、欸！哇塞，啊，这关过完了，再来是什么？第九关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看一下。哦，哇，房子哎，这个叉叉是什么？有东西会掉下来的意思吗？关掉，吵死了。是什么箱子？可以拖动的箱子。正门可不可以进去？不行。好像这右边有一条小路的样子哦，往这个小路进去看一下。也没有路可以走。哇，这里怎么过？然后这边怎么会有？为什么会有黄黄的？怎么感觉很臭的那种感觉？什么臭臭的感觉？
对啊，啊什么都没有，我怎么过啊？哦，不要理我，从这边跳上去，不会了。哇哦，跳，我跳，我跳，我在跳。滚！啊，丢了！啊，这是什么？这边有什么东西？还有一个箱子，感觉这边也没什么吧，反正就是箱子垫高跳过去。可是我拿的箱子又不能爬，所以说好像没有什么用处的样子。试试看，试试看，我们先。我们先跳过去看一下好了。有霍尔的移动城堡是吗？果然卡这个。好啦，拿过去啦。这个应该是要跳好跳满，不能用爬的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。跳准一点就没事了。好，过来了，又到了这个地方。这是怎样？是什么？这可以拿。哦，我大概懂了。这样子的话，这个要拉到这边来，没有错啦。这个的话就，我来看一下，怎么拖不出来啊？快点，给我过来，看一下哦。应该是这里吧，试试看吧，就要试试看，来吧，跳，好上来了，跳，跳，跳，有，好，这次非常的顺利，非常好。已经到这边来了，关掉。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那个娃娃，成就娃娃还没找到。好，接下来呢？这里要怎么过？爬上来了。喂，要站在这上面啊？随便爬，随便游。我们走这里。感觉好像这是巨人的城堡，有没有？魔豆与杰克。我现在爬到巨人上面，要找那个金鸡蛋。金鸡蛋是吧？这边应该是没有路啊，没有车。我现在是第九关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哈。哇，那个关卡还有很多、哦。哇，十字路口，该走那里呢？我觉得我想要走这里，搞不好这边就会有娃娃可以捡了。我觉得啦，你们看看，我就知道，哇，被我猜中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接下来往这边走，这边应该就是出口了。来，我们到了，这里是哪里？为什么这边会有亮光呢？好，这边是可以出去的，是不是？这边是哪边？喂、欸，这边是哪里啊？算了，先爬再说。爬了再说。嚯！好，再来呢？哦，上来了，这里，这里。感觉好像要 跑到城堡的顶端跳下去自杀、啊，有没有那种感觉？因为我们越爬越高了，有没有？哎，对啊，看我们到了，我们已经到最顶端了呢。然后跳下那个叉叉啦，哦，爬那么高，想说要什么东西方式自杀，结果呢？我的月，嘿嘿嘿，就是这样子自杀的啦，啊，死去死去。
原来如此啊，原来如此啊！这个第十关的是什么？看一下，好像是在某一间公司的办公室。嘿，这可以丢吗？摔不破。好，可以吃，可以吃。吃了之后还有成就，梦中吃食物，全部吃掉。那我们知道怎么自杀，从上面跳下去就好了。啊，这个梦中办公大楼。啊，都没有人，就只有我一个人。哎，我可以按哦，按有水这样子。这什么？啊，这啊，这娃娃哦，我刚才以为什么装置之类的。好，看一下，锁住了。那这扇门嘞？啊，都锁住了，我要怎么自杀？食物中毒自杀？我要把同事所有的甜甜圈全部都吃掉。让他们都没有甜甜圈可以吃，这算是一个社会的报复。这为什么窗户是打开的啊？哇，把它关上了，我不应该关上才对，我应该从那边跳出去。有电话哪里？这个，它上面有洒水器，我是要弄个失火之类的。这也可以推。但是推这没有意义啊！这边有一台电脑，哇，弄到着火，所以我只要打一打，着火，洒水器就会让它灭火。我没有办法把它烧起来这样子吗？哦，这个可以搬了，可是这样子的话。那我把它放这里行不行？为什么这边打一打，然后着火是这一台？有了有了有了，洒不到洒不到。哦，然后水冲进去了，水越来越多了，流进去了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跟着流进去。酷呢，我要现在淹水了，然后呢？再让水淹更多一点，没办法，感觉好像这就是极限了。继续打，火会不会越来越大？不会，把它堵住啦，让我淹死在里面啦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道理？把它堵住，把它堵住。我靠！一瞬间，我被淹死了。原来这么的简单，你搞得那么复杂、啊。哎呀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好吧，我们已经过到第十关了哦。啊，这个自杀的内容还挺有趣的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教你如何自杀。可是我觉得这些自杀呢，基本上都太过于浮夸了，我是这么认为。好，这是还蛮有趣的一款游戏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哦。如果喜欢影片的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或在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呢再来继续玩这个自杀狂人啊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